关陈子。请毕业生代表的就以下：林世杰、贾礼文、关启明、张可怡、袁永森、袁振中、李翠丽、曾超友、陈晴恩。请毕业生代表接受证书。朱婉玲、杨海莹、张子贤、吴家慧、张文清、赵孝恩、陈雨晴、申俊少。最后请董秘。现在由仁济医院社会服务委员会副主席郑志明先生为我们致送纪念品给主礼嘉宾社会福利处新界西福利专员梁志雄先生，有请两位。但你好似仲争咁啲人喎。是不是港督啊？不是，港督不在屯門，在立法局的。啊，是開緊會今天的。小朋友，你們估下還差些什麼人呢？在很多大型活動都不可以沒了他的。估不估到？媽咪，媽咪來了。啊，我聽到劉德華是不是？不是劉德華。哇，他們很聰明的記者是不是？哇，很醒目啊。是啊，是記者啦。那他們是 ATV 還是 TVB 的記者呢？你估下，兩樣都不是，不是 ATV 又不是 TVB， 是我們人際特派小記者。啊，他們來了啦。是啊，那我們一起請友愛幼兒中心的特派小記者報道，直擊報道一下，看看今天有什麼頭條新聞。好，你看有什麼頭條新聞了。好，我們有請我們的友愛特派小記者了。近日發生了很多宗違法火種案件。是啊，
草都听过啊。不如我哋而家喺现场论证起报道一下咯。好啊。林杰啊，你见唔见到下面有红色一点点嘅嘢啊？系啊，沈美芳啊，下底有好多红色一点点嘅嘢啊，唔通系火嚟嘅？可能系啩。啊，沈美芳啊，你睇下嗰边有好大班人喺度喎，唔知佢哋喺度讨论紧啲乜嘢咧？不如我哋个采访一下啦。好啊。啊，你系老公公，你做乜好似咁冻咁嘅？我今日翻嚟突然间识咗我，你着唔着翻所以咁冻咯？哦，啊，你系太太，你做乜好似好唔开心咁嘅？我煮煮下送个炉头熄咗火啊！我班水料等煮翻嚟食饭噶，就嚟够钟添噶。你唔使咁湿急住，相信啲火好快就会揾到噶啦。相信系咁。老板实闹死我啦！你唔使咁开心住，不如喺嗰度揾下，可能会揾到你要嗰啲火嘅啦。唔该晒你啊！唔通又有火种失踪？你点知道噶？冇咗火做唔到嘢，老板实炒我鱿鱼架。嗰度有好多人都想揾翻佢哋啲火啊，不如你去嗰度同佢想下办法啊！好啊！啊，仲有得你一个咋？系啊，我煮煮下地细米餸，个炉头熄咗火啊！死啦，啲人客等住食噶。火嚟嘅咩？啊，阿美芳啊，你睇下嗰边有好大班火喺度喎。大姨，我哋翻嚟啦！我哋先知道一阵间，班房你哋嚟度表演，三米房楼上咯。哦，原来系咁嘅。但系头先班人话冇咗我哋啲房，好唔方便，三米咪翻嚟咯。哦，原来系咁嘅。你仲唔拎带翻你哋啲火翻去？拜拜！你哋唔好再唔见你哋啲火啦！拜拜！你哋唔好再唔见你哋啲火啦！拜拜！拜拜！拜拜！哦，安乐晒咯！大丁杰啊，原来火对你咁重要嘅。系啊，阿美芳啊，原来我哋冇咗火，有咁多嘢都做唔到噶。你知唔知道啊？沈美芳，一阵间有一班人仔医院幼儿中心嘅毕业小朋友会嚟呢度表演噶喎。系啊，我仲知道个表演都系关于火噶。个名仲好好听添。穿梭火里，孩子乐，不如我哋一齐嚟睇下。你唔使成日翻埋去啦，你拣好先嘅样啊，你唔拣去。呢个咁样。好，系啊。
你唔知啊？我的碗呢，
Bye.
位毕业生的精彩演出。现在再请一次我们出来同大家见到你啊，嗰四啦，同陈医生企埋一齐，我几屈噶。董夏英幼儿中心的毕业生，你个死性咁大只，好肥咯。佢哋个火车好大嘅，要等多阵。请有爱幼儿中心的毕业生，我而家想出出边嚟啊，好系啊！请林李远兵幼儿中心的毕业生。幼儿中心的毕业生，山景幼儿中心的毕业生。主禮嘉賓，各位嘉賓先行離席，再一次多謝各位。
各位家長安坐你們的座位，我們的老師陣間會帶你們的小朋友出來，請你們坐一陣間。我哋又俾個手指公啊，好叻喎！呢邊嘅小朋友係咪又好安靜？